如果你现在有人帮你的话，扶着你的手也可以。你比如说好，我是不用文章扶，我反而用文章扶，我可以得好好往这样下来就可以，这样下来，往前，这样知道吗？当然这边是不能这样的，这边要有东西啊，往前。起来的时候，尾闾骨往前一推，就这样起来，很慢，不要太快，还是正的。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要先讲，没有问题哦。练到高才用啦，无种用练做做袂落。第二个，要往左右两边做侧抛式，左右两边做侧抛式。第一个侧抛，有两个侧抛嘛。第一个侧抛，你可以脚往外，这样叫往外，这样叫往内。第一个往外，往外的话很简单，手摊开，这一手，我现在往左边做。由右向左抛是拉我们的什么右脉，对不对？由左向右抛是拉我们的什么左脉，所以我现在要拉哪边？右脉，因为是下，所以我要拉右脉，所以我现在手要打开，左手打开，那右手要打开，很简单，好像我要飞起来一样，飞起来，腰椎，那身体只是这样，脚打开，往前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起来的时候往前一推，好，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的手不起来也没关系的，听得懂吗？手不是重点啊，手不是重点，腰啊，你的腰椎跟你的所有的脉络的循行才是重点。那这样子一个是重点，这边是重点，你要下去的时候这边是重点，因为我们这边整个侧边包括淋巴，要拉，这边要整个让它松开拉开，所以你身体不要这样，这样是错的，要这样子往外侧的。侧向外面，这样子你呢才能真正的运动到。所以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左边起来？这样子，这是半下。好，来换右边，再摊开，脚往外摊开，从左边过来，往前，来放松。好，起，这样叫一下。左右各一，一下，总共要几下？三下。三下，好，这是一招。第二招，脚勾进来，勾进来，这样往内勾，两手往上托，两个手心相向，紧握实拳，跟你的站姿一模一样。抛，这边，起，手放掉。两手相向，紧握实拳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向右抛，来起，手放掉，这样转一下，一样的，又是三下。好，再来左右翻转，左右翻转。现在我要用我的右脉，所以我的要翻哪一边？啊，左边，所以我的左脚收进来，左脚收进来。将这只脚往前，脚尖往前啊，整个身体转过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往前起，大概这样做几下？三下。一样三下啊，往前，不是屁股这样子哦，是这样子往前，往前，那这样起。那两下，回来的时候身体转过来，再换脚，换脚，好嘞，脚背是平的，这边是平的，尽量哈，尽量哈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哈，平的，注意看我这边哈，脚要动哦，不是脚不动哦，是脚要动哦，脚转，用屁股转过来，脚动，这边是不是也是平的？对哈，这边刚刚好，课题外对，该逼嘛，再往前，起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起来就可以了，一样三下，三下完了之后回正，回正就是你们刚刚的，好来，
把你的两脚收进来做龟息，你三下做完了做龟息，很简单，两个脚翻开，男生左手先进来，女生右手先进来，放在哪里？放在把你的脚趾头包覆起来，包覆的把它包好，不要露出来你的脚趾头啊，包好。检查一下有没有松，腰椎往前，头完全松到底。检查一下，都是松的。起来的时候腰椎往前，头不要起来，手放松放掉。好，我这边就很完整了，连续做几下。三下，请问一下，最后这一项有没有时间限制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如果你做到第二下的时候，你想睡觉怎么办？睡觉，还挺好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在哪边可以做？床上。床上可以做，可是有一个问题哦，床上如果太软哦，不建议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床上太软的时候，你的脊椎会拔不正，拔不正，所以太软不建议。那你。如果那个龟息你要做的时候，因为你全部都大概那个都做完了嘛，所以你龟息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，你可以坐在床上。那么坐在床上，你如果太软，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太软，因为太软会折到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下腹腔这个地方，下腹腔这个地方不能折，所以你的腰椎要怎么样，让它怎么样正起来，停，要把它正起来。有一个重点就是，第一个不能怎么样，趴腰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腰椎不能这样子，这样叫哈腰。还有不能压胸，什么叫压胸？这样叫压胸，这样叫压胸。你把你的胸是整个这样压住。除了压胸，你就一定会哈腰。你不要哈腰，你也不要压胸。对，你如果是这样子也不对，这样子是挤压你的腹腔都不对。好，还有一点很严重的，你一坐的时候，这样子，这是什么？伤颈。这样抬头伤颈部，你的颈部后面的颈椎会怎么样？会压迫，压迫会伤到什么神经？啊？动脉。中枢神经。中枢神经。哦，这个颈部很重要，所以你们不要去，你们有几个重点就是千万要记得。还有你的脚，如果今天我只能做啊，我只能开到这样子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这边，对。如果你真的是你只能开到这边，开这边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你的什么要起来？腰椎。所以当你越来越松的时候，你后面你只能开这边，是因为后面开不了，髋关节的后面开不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地方也开不了啊。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平常可以做一些动作，安利你安利的话。